我是杨立周，这部纪录片我拍了十年。我保你有多久啊？十三岁到这阵了。爸爸就是李天龙啊，走无路，见到我伊就改派，开袂出你甲你切就对啦。这生的关系，我姓陈啊，爱姓李啊。他爸爸很严的嘛，李天禄。奇怪，他怎么跟他父亲距离很远的感觉？十年过去了，原本以为就要跟传统布袋戏说再见，但请你，诚恳的请你，再看一眼，看看这部我愿意说再见的电影。